哪儿呢？前方有危险！前方有危险！前方有危险！一百多米，去吧。你去啊，可以去啊。我三头三甲。三头二甲，我三头二甲。哎，平原有车。平原有个蹦蹦，还要换那个吗？来看看吗？他走了，他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好了。 我去检查。哎，我给捡回来了，好兄弟。我操！好兄弟啊！<笑>我们是大自然的搬运工。 从这边甲子沟跑过去，刚跑到楼下，准备开枪，就被他们左边的打倒了。他们一个车从我脸上过去，我有UMP扫了一缩子，然后刚准备去那个围墙倒，直接撂倒。不然那里可以抽下来好多个，他们枪法也挺好。我们这里注意，注意学校方向来人。 等一下，肯定要受路费，被全刷过来了。细节呀，黛西，好饿的，我怎么有三个祝福卷轴？来，好兄弟们，加个药吧。吃饭吗？ 你离我远一点，这个离我远一点。他这个就很裂开，你知道吗？就非要这样。前方有危险，前方有危险。他就不让你用这个。跟以前的冰茶不一样。冰茶要时间啊，但是这个不用时间啊。 这手又不能取消攀爬，就很烦。可以啊，往后拉。嗯，我拉，要拉吗？你是第三面板是吗？对。第三面板比较难拉。第一面板很好拉，第三面板要往下重新松了之后拉。拉什么？就是你在跳跃的，你在爬的时候，你要把手指松了，把那个龙盘键松了，重新拉一次。还是不行呢。 队友都有谁？清风、西门缝、浪嗨。拉什么东西？你现在用的第三吗？对啊。就是取消攀爬。你看。拉不回去啊。看我。马上，我上来。你看。哎。但是有时候拉不回来。攀爬吗？我一次都拉不回来。我都拉到底了。 拉到底，他也拉不回来。平原上有辆吉普。平原。前方有危险。
Nebala.把车炸了，我们从城里进，从城里进。不对，城里前面人呢？这栋楼，刚刚那个黄色房子，我这个车用不了了。我们脚下有，他飞车这里有人，你开车吧。哟，这他妈农用不了了，我跟你讲。 我这一圈，然后拿来我这驾驶证据，我就把吉普打了，车直接开到快点了，直接开到快点了，直接下车。这里这个死了吗？是，没有还有一个人，那我记得我刚好好像看到了，来人左边，看我左边来人。 人机，我靠！人机，人机，人机，还有人机，假的吧？是的，人机。那刚刚是不是这个人呢？刚刚城里面的，不确定，反正我在城里面是看到一个，不知道是不是个人机。可能就是他。他在二楼晃了一下，那边被打倒了吗？炮楼，炮楼起烟。前方有危险。 炮楼那边补了一个，哎，在车后好像，进炮楼一楼了，炮楼要出，他们要进圈，炮楼。 炮楼，不，商仓的圈，我放倒一个，哎，没点到呢，点慢了，商仓的呆子，商仓的，把车开上来，我这边补个烟，二层楼也是个呆子。 走了走了走了，我打个卷轴，走，顶他顶他顶他，来，把双这个双房顶的，双房是个笨蛋是吧？双房是个笨蛋，妈的，这两边都有，那进仓吧，进仓一楼去给他们打。 楼上，楼上，别压了吗？是一队的，这边动车了，他们不在圈呢。看我身上死了，这他哥没点死。 真妈！他压了一个，我操！他还压了一个，他连的一个，这只是一个，三打二，三打一，三打一就是那个蹦蹦了。蹦蹦去哪了？不知道，坑里面去了吧？蹦蹦在这边，我直接顶他，坑里面应该在坑里面，我给你。 有人扔他的火，看到没？就在坑前面那个坑吧。前面坦克后边。确定。我看到了。开自救器。妈，最后一发子弹，差点我嗝屁了，差点。差点出事了。我操，这一波毛都没看到。你们提示没有？ 退一下吧，六小时退一下。六小时退一下是吧？行，我退一下。
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成吧。你们这游戏启动速度怎么比我的快好多呀？这画面才刚刚进来。你是20吗？只和我一分之差了，信不？我2018的。18的吗？嗯，我们都是21的。对啊，我们升级一下。要慢很多。升级一下，升级一下。升级一下，22快出了，准备买二。初二的时候升级一下。22的升级可以升级一下。感觉没什么区别吧？有什么区别吗？你们换了？有，他都支持九十。有些时候你打近战的时候没有那么卡，你知道吗？没那么卡。M 一很牛 ，M 一芯片很牛逼，确实很牛逼。说话靠！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。就有些时候你打近战，是不是觉得我操，好卡，那个枪子弹跟卡壳似的，打不出去。有点那种感觉。是吧？就没那么流畅，有的时候。对啊，你换一个。换一换，该换了。二一你值得拥有，或者说二二你值得拥有，或者说你直接等二二吧，二二也快了，三月份吧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三月份？三月要么五月，快了。正常好的兄弟们，正常好像就是四五月发布，不是中旬发布会吗？这二一就是去年五月。我现在回家把我来的低保卡偷出来给他取。你们要去了？你们要去了？去哪儿啊？我也不知道。龙狮城，我也不知道。拿个车，龙狮城吧，走呗。那这有个车库，应该有人要抢，我感觉。很危险，这个车库，实话。确实很危险。好像没人抢，没人抢。没人来，没人来，安全，安全。有人，脚下一队。这一队应该飞学校的。BBQ 了呀，我开始没状态了，我操！没事，你还有卡，不要怕。你好歹等等我们呗，对不对？你比我们多这么多。我跟清风一样了，现在。你俩一样，我跟大师差不多。对。哎，后面一对白给的。谁给他起的一音大师啊？问一音大师自己啊。K 头 K 不过呀，K 头 K 不过，我也感觉 K 不过。有苦说不出。但是我很多时候我都不敢去 K， 我就跟在后面算了，不要去摸那个线。我也是不敢 K， 我怕被人连大带，我宁愿少加一点分，我不想掉大分。K 不过是吧？我操！我跟他们玩也是 K 不过，他们哇巨能抢，我操，根本抢不到。巨人强，哇，就很离谱，你知道吗？可能是巨人强的巨人强。没事，你知道为什么抢过吗？因为你的网不够好。有可能是啊。可能真的有这种可能的，我跟你说，他们20的，可能你就抢不过人家。对。你要把你的网稳定到20，知道吧？我也想啊。嗯，我想稳定到20。我的网一直跳，我的网是20到40之间一直跳。队友是清风、西门风、浪嗨。银银大师带我们走暗道。银银大师走暗道是出了名的暗道。是暗道。上赛季冲战神烂掉了，上赛季。反正我记得是上赛季还是上赛季有一个大没逼，每次都只差几分。哦，你别说了，我操！上赛季我差一分。实话，我没有体验过这种感觉，兄弟们。实话，我就这么跟你说啊。差不多，我们两个人，哎，对，95，他比我多一分，他上去了，我比他少一分，我当守门员了。
就是这种感觉。居然卡都没捡到，对的呀。没有感，没，我也没有感受过这种感觉。要么我就差很多，要么就上。对，我也是。没有不上不下过。我的车谁开的？死了。OK。还有个狮子啊。就在这边等人呢。我上吧，下多少？上吧，主要是背了个狙，发现狙都没机会用，我操！卓布，我这边。上吧，我把楼上那个打了，他丢了一个火，火给我烧倒了，我想着没事，我能救。然后胖那个人还捏了一颗自爆雷。你那边有卓布吗？对，好兄弟，等一下，我这边卓布没动呢。我来了。你们离得近啊，我离得远。我在他旁边。好兄弟，在我这儿。哎呀，他哥的这耳机这耳朵怎么听的，天哪。但他有些时候他人机着步就很奇怪，我听不明白啊。有一个土狗，打土狗去。我操，我好几把都没拿到过自救器了。那狮子台上还有个狮子啊，你们记得拿一下。又没自救器，我吐了。我想要一个自救器就这么难呗。我操，费劲吗？缺配件，缺两个握把，一个握把没。五个龙，五个龙。龙的传人，没有背劲呀。开车还是不出去？不出去，我有，我也有一个。不吧，直接飞吧。有背劲吗？背劲吗？没得，只有一个三倍。前面看到背景了，忘了，前面也不说。哎呀，找一找，找一找。这有不掉分卡的，就一个人到处跑，看到真人打真人，看到人机打人机，真舒服。也就只能舒服这么一会儿了。这个电风卡一没了，我就萎了。这最后一张没了，我就大尾蓝了，又没状态，我就跟着兄弟们的屁股后面蹭吃蹭喝。哎，我楼上有人。嗯。等人，老六，跟我一下。进去了，我操，人机，我操，他在这里露了一下，然后又趴下了，直接就
给我整的一愣一愣的。我说我刚从这下面来，我也没见到有真人啊。他万一是个真人呢？他这种很可疑的呀，露一下，然后又趴下，直接给你整不会了。找个地方去养养神，可以睡一下吗？嗯，睡个十来分钟，真的可以吗？狮子啊，记得拿狮子啊，估计都没了。我没拿。飞哪里？飞哪里？不是养神吗？养神就费啊，这边没车。飞这个假车库吧，飞这个假车库吧。皮城应该有车。皮城龙没拿，应该没人。飞皮城嘛，飞皮城。飞皮城嘛，那就干脆直接拿个龙。完事儿，我们去溜皮城假车库。哎，我们去皮城假车库溜着吧，就是不是去皮城车库楼溜着吧，去三字楼和那个旁边的三层楼溜着，等人去换这个车。这么细的吗？那我们就不要开这个龙，直接去那个龙那个地方阴着。不开这个龙，玻璃房去丢人家换车的点。就三层楼和那个三字楼，就围墙楼和三字楼都六人，两个人六那个龙，两个人六车库。那我六教堂呢？我六。没什么情况。完事儿，你们先六，我睡一觉。六这个双阳台吧。但这把好像不治了，减员有点快。零杀呢，我操！一样的零杀。习惯你们被搜了。啊？车还在，没收。被收了，肯定被收了。我看了很多地方门都开了。好兄弟们，我已经溜起来了。我也溜起来，我溜这个车库直接，门关上啊。我也溜起来了。我溜在这个教堂顶上来了。那我就溜假车库吧。我是贼溜。你来我双阳台呀，跟我一个角度啊。我来吧，我来。对，换车的话，两个人火力够一点，直接给他们做了，直接给他们烂的挺挺的。我操，我也去了。神奇。没带你的了。现在只剩我零杀了吧？没事，你们有情况，再来一个你来杀。我想眯一会儿。来人了，大声叫我啊！我对，来人了，大声叫我，我真眯一会儿。但是我们轮流放风。嗯。哎呀，我去打个人机。嗯。这个不像啊。进来了。那个鞋不让我看一眼。我看，我在看假的裤。嗯，没看到人机啊。我跟你一手吧，你慢点吧。你一手，我没看到人机。好，别被玷污了。好，耶，人机应该是 OK， 开张了，可以去睡觉了。我操，这龙都没人来拿吗？我靠，这外层也没人拿，你是基地也没人拿。没用啊，感觉作用不是很大。拉车线有用啊，拉枪线。不是这局鱼会玩的人都要先拿这个的。没事。特别是在P城打的时候，我操那个龙，我操嘎嘎有用，直接上房顶。节奏不能乱了呀，不能咬皮。眯一会儿。而且就只天明圈就别叫我们，不是天明圈就叫一下。
空战神的正确姿势，好吧，兄弟们。嗯。你们打个粘手。我去尿个尿。终于捡到一个自救器了，你能不能送我一辆新出的那个蹦蹦皮肤？你是小医生吗？来狮子了，来狮子了，我这来狮子了，教堂，教堂来了。嘘，我们别动啊，我们别动啊。他怎样来换车了呀？去帮他看一下吗？往你那去。别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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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动脚步。六人要专业。他搁这瞎晃呢，他搁那儿。你们装个人机，他绝对上当，我跟你讲。这么多人吗？这里。他要去换车。他车都不开吗？要换。他觉得他不用。哎，那个假的过来车了啊！那里人多吗？我看一下，楼顶看到一个，两个啊，两个现在。可以可以，你能放倒？好像就两个。你能放倒人吗？我能放倒。放倒来放，那个准备上楼。那还。我这边还没有。你别挡我！妈的，真马最强，就两个人。我舞龙，我舞完龙，我来接你一起顶过去。来来来来，那我们上了啊。先，来来来，门后门后，他想跑，他要跑，他要跑，他要跑，上上车了，上车了，很好，我上了，还有，帮我加残的残的，阳台那个残的，没事，扔个火就好了。我他妈傻逼了，你这是什么操作？他下来了。白给的，我要跳着一个燃烧弹的，结果他妈就趴着那个燃烧弹。这么马的枪，活该捞不到人头。嗯。哎，其实说实话，不用陀螺仪，真的马枪几率老高了。黛西，我操！我开了个四倍劲儿，又看到你在里操作了一下啊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我操！你看到了是吧？我看到了，你这里操作了一下，自己操了，进圈了，进圈了。我的龙喷火了，兄弟！龙喷火，我听过龙吸水，你龙喷火可还行？你们有没有快没有快过的吗？我快过多少一个？我可以给你们猜一个。分一个吧。啊，有了，这不两个快货吗？这包里面。把这个后轮一起打了。我们还有个车呀。哎，有车的吗？嗯。坐车坐好，坐好，我再去。他只是经过你的所有，都没有停歇。偶尔听说谁说关于他我也很主动。山上有个狮子在跑，前方有危险，可以摇他，可以摇他，狮子摇了呀，往右边走了。哪里跑啊，傻憨，狮子那么好玩吗？当年你在 P 城玩了一下，就把你放了。我操，这给我撞了！
我加油。有个年兽，把年兽嘎了吧。你这今天屏幕老黑，到底是咋回事啊？等下我研究一下。哎，那烧黑二有人了啊，烧黑二。啊。上二楼了，上二楼了，双拼。前方有危险。他是要上楼梯，还是要干嘛呀？看看看看看看我的位置，看我的石头这个，石头这里，好了，石头吗？对对对，看到没？石头这个我看不到，石头看不到，撞倒了，他撞，你上面也倒了一个，我就不来了，那这是个呆呆，我操，小笨的一匹，我操，完了吗？没了没了，有的。我现在很烦，我现在又不想抽烟，我一抽烟我就停不下来，但是不抽烟又困。拜佛低抛扔燃烧弹，我把这个年兽给砸了，还得是你啊。你不开车过来了吗？我开龙来的。我手感就摸个空投。这把确实蛮鱼的。对啊，这把挺鱼的。哼，豪华手册是吧？168。双杀的拳。送你一个手册，送你一个小金身，要不要？送起来吧。这有西门风，还有清风。还有浪汉，西门风怎么了？好便宜。P 城有人啊 ，P 城 P 城。嗯 ，P 城我看到车了。开一下，我抽根烟。我也在抽烟。我还在下面包烟，人都不够抽。不，你抽的什么烟啊？这怎么抽这么快啊？B 群啊。我们去打这个山。我天哪，你这个大烟囱啊，你这是真大烟囱。我刚刚细支的还是粗支的？我一点半起床的那会儿拆了一包烟，然后到了四点没了，你敢信？你那个大有个蓝吗？到了五点没了。你这么抽烟对身体不好啊，真的很危险啊，现在你抽多了不会有那种头晕的感觉吗？不会啊。哇天，我不抽就会很无聊。我是有个习惯是什么，我打完一把我就点一根烟。我也有个习惯，我也打完一把点一根烟。三上，前方有危险。然后我三点那会儿我在打自闭城，我几分钟就打完一把，几分钟就打完一把。那真是你那个大谱。小飞机，小飞机。算了，不烧了，等一下给我补了。今天两个人身上，
回一口。其实我自己试过，一个小时一根，效果是最好的。但是忍不住。我们再去。我都没手册了，你还让我送你一千点券？前方有危险！送我一千点券。他们应该想开那个车。不可理喻。但他们的车已经废了。找一个。应该被救。山上打得很猛。前五了，我靠。我估计现在都有人到皇冠了，你们信不信？皇冠应该没有，钻一差不多。哎，那里封烟了。前方有危险。嗯，刚刚草洞后面有个人。我们都快抓二了，估计有个草洞钻一快皇冠了。真是的，哎，这怎么今年草里面还有一个？标记了几百敌人的箱子。那个我打了，然后这个标记了一处地点吗？那个指示的，那个指示。对对对。皮层还有这边，看这边。前方有危险。前方有危险。再往厕所那边跑。前方有危险。又是指使的。那剩山上一个满编。前方有危险。这是不是不停的？不要命的。满编贴树了，这个树前方有危险。这个树快打两个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OK。快点他，点他，点到车，点到车边。还有一个是不是？打两个了，来开车，开车，开车。还有两车，你们看。最后一个麦田铁空头的那个人，我估计在那坑里面。我打人过去了。这打这么多枪，我为什么就是拿不到人头呢？我啊，网不行，网太慢了，换网。你看我两个手700多的伤害，我菜啊。我收你投屏断了啊，稍等一下，他3390，我3399，我这最高的钻二一个战区，高了我100多分。转二了，马上转一了。我看广西的。广西最高的皇冠了。皇冠了，还不到人了，还不到人，开始质量起来了。广西最高的皇冠了，我操！啊！人家是真的快，我们是真的慢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没有没有，我们算是正常，我们不能说是慢，我们是正常。那知道为什么皇冠都三保一啊？知道吗？三保一，我操，让人头一把杀了个20来个，都是三保一的，一把掐了40-50分。看看现
现在赚一皇冠的都是三宝一的。他这种应该三宝一一个战神估计还是挺贵的吧，你每个人起码得给2000他才给你干吧。嗯，贵啊，一个 W 吧，差不多得。对呀、啊、如果你给个1000-1500这些，他还不如自己接个战神单来的。所以为什么会他们会去保呢？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KD 又高，他们不是都打山谷吗？什么上分都打山谷啊？山谷上分要被老六六死，他妈的那个地图。大多数人上分都是海岛，有人上分用山谷。打到后期就是山谷了。下赛季，山谷会好一点。下赛季我准备点三个陪陪，三个陪陪轮流上黄金号。刚开始是铂金的时候，你就上白银的，上个白银号或铂金号，钻石了就上黄金，换着来，三个黄金拖一个皇冠的，直接给他拖上钻石，每把上20-30个，随随便便打。啊！明天挂是不是会变多了？不会。我们今天还好吧，我们今天没怎么遇到过。嗯。White 吗？今天怎么才干10个小时我就困了呀，我操。他们一波流，正常来说15至17个小时啊。现在赚3马上赚2了。死一个魔杖。完了，没挣了，走开走开走开。轮吧。C 楼一个队，我去上 T 了。看到了。王。正常来说。不得播10多个小时我才会特别困吗？今天怎么这么困啊？没有困啊，正常正常，你没有那么多，不是你没有专注力没那么高，知道吗？正常来说确实是得打10多个小时才可能说才这个状态，毕竟赛季初你专注力越高你困得得越快，累吗？啊！咱去洗趴脸，没事。因为你肾虚，哎，也有道理啊，不排除这一方面，嗯，不排除这个可能。肾虚就会困吗？那个叫身子虚，肾虚就会困。黛西，你困吗？我操！玩什么鬼？完了，开始犯迷糊了，兄弟。那卡没了。我在这搜装备，我刚翻出去，我说我去对面搜一下，怕被 mute 了。开车，我速撤退，兄弟们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往我这放。等一下，往这过。给我吓得一激灵。我们这没卡的，我们这。往一边走吧。撤退，走了。对对对。兄弟们，芭比撤离吧，那就。撤离吧，撤离，我去打，我去张木打个山谷，兄弟们撤离吧，拜拜。等一下叫我一下。张木直接劈程序转移的，别张木，相信我。为啥？程序转移的我不会啊。你直接劈程序转移的。烂了怎么办啊？烂不了，相信我。我招募一下吧。招募的更容易烂，知道吗？逼哥，快过来！来了，这有三级头哎。算了，你们的三级头我都不想捡了，我想快点走。我来了。
想离开这个地方。问一下掉多少分，他不掉分，他也不掉分卡，所以说他才这么浪。我操，他敢随便脸上说，下巴就不敢这么浪了，下巴他就不敢浪了呀，他直接说到别人脸上去了。我操我操，有我们这边来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我这边加，我这边加个过点，我直接去车库，我他妈打我！哎呦，好，已经发了。好了，阴阴大师咋办？快走，阴阴大师！我能走，我能走。没事，我去开车，我去开车。OK。他要来，他要来，拿双拼了，拿双拼了。哎呦，这个在哪里？你们能往后面走啊？我脸上来人了，要打了。啊？哎呀，双拼来人了。算了，走吧走吧，救不了他了，估计。走不掉了，我已经。你看能不能找机会？我操！哎呦，这怎么经典雷都来了呀？我操！我尼玛，好恐怖啊！我操！这一堆死堆！我知道我们要走。离开，25分，我也去招募一把。OK 啊。他们拉的也挺快的，直接就是要吃我们。嗯。诀窍那边还在打。打个油，地上两个快货全都配件，我都有，我包里面快货轻型，然后加枪补，但是我没枪，你要的话可以先给你。哎，那树后有一个，树后倒了一个，给他补了，可以。有个人要去救他，这边学校这前方有危险，看没？我补了一个，我抢了两个，这里围墙还有，那是另一队的。费劲，他们应该不会出不来，我觉得。你们油也没有是吧？我有油，有油，你开一二三。去哪里标个点吧。我们先去打个野，去这儿，在这儿打野，右边吧，右边。前方有危险。那边打一个野吧。
该没人。穷，嘎穷！俺也没有啊，这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走走走，你去填吧。走走，上车上车，走了，换个地方再搜一搜。太穷了。这人界嘎嘎穷。给你就点配件吧，说吧，我就大反击加 UMP 了，懒得找枪了。我配件你都有啊。快破轻型，然后枪驳，要吗 ？OK， 你先收。那有个人气，你打吧。前方有危险。我几个头了？你打我，我打。我这里有物资。OK。我给丢在迷你这里了，还有60发子弹。OK。来收了。要顶吗？这是没顶，走了。果然还是有金马，比较有压迫感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拿着快活没用啊，没用，我大反击加 UMP， 其他都用不上。走，是我这个是11寸的平板。三级枪，这里有个四。我这里有物资。OK。止痛油。这大包不甜吗？靠，好哥。这有石膏，我这里有物资，还有90发子弹，你拿呀，我这儿多个快货。算了，我不要了，就拿这个吧，就拿大盘鸡吧。来错了，来错。
那一个。嗯，就一个。对，准备送干嘛的？送物资的吗？我说怎么突然停了？哎呦，这个可以啊，这个肥啊，这个，这你可以拉了这把枪。那我就换把枪。这物质送的嘎嘎好啊，这。你子弹够了吧？应该。够了，够了。激光不要，不要激光。来啊，给你们召唤一波小鲨鱼，兄弟们，好久都没喂了，你看这小鲨鱼最近都饿的瘦成什么样了，瘦了3000多斤啊，好像，我看一看啊，瘦了多少，哇，真的瘦了600多斤，小鲨鱼瘦了600多斤，2天没喂。离了个大谱，这边摇车呢，好像在摇车呢，摇车呢，搁这摇蹦蹦，我操，他追着别人蹦蹦摇，妈真的残忍。追跑了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，我靠！前方有危险。他咬我们来了。嘿嘿。前方有危险。过来了，看到了。掉一个，我在房顶，我敲雷了，厕所后面有一个，山上来人了，我操，我被山上打了，可以救。山上要顶下来，估计。来顶了。我操！进来直接就穿。什么鬼啊？这个。一队的吗？我他妈一队的，我操。嗯，一队的，他们举报一手，直接举报一手。离了个大谱，我操！哎，还不如他哥的直接顶他呢，我操，强制了！哦，我强制了，好兄弟们，15分钟，我强制15分钟了，我也是。上当了，我操他妈一队的，我靠，还不如直接他哥的直接顶他直接拿下，他们找到一个抽下来一个，斗地主
换号继续打，别浪费时间。这是什么逻辑？哎，你们怎么掉分了？你们怎么结束了？结束了呀，我们他哥的被被一堆憨包打死了，真的。你们掉多少分？很呆的，没有没掉分，加了十分。我上把加了十多分。我上把吃经典海岛，给我掉分了。没事，那你能上？你还能浪，没事还能浪，没事，那你还能浪啊，还能浪，还能浪，不叫，我宁愿这把掉啊，我操，不叫，叫地主，死了，你俩下麦，现了，十五啊，我们现在十五，不加倍，不加倍，不加倍，我补的雨林，三带一段，山谷，加了十多分，不要，一看，哎，我不应该上钻二了吗？大你，好个万。压死过，压死。分最低的是我了呀。过。你多少分啊？不要。三百一。没事。给阿姨倒一杯。管上。活动界面。过。游戏活动那里可以领。管上。哪可以领？没有。哪里可以领？真的，他说在活动界面。活动界面可以领一个不掉分卡，游戏界面的活动。还好这队友没炸。上个洗手间，听会音乐。叫地主。王晨迷了。不强，不强，不加倍。吃个饭啊，兄弟们。不加倍。不加倍。二。小王。挂。炸弹。防沉迷十五分钟，不要休息片刻。炸弹，炸弹，炸弹 ，pass， pass， 三带一，不要过。三带一过，不要，我就两张牌了，小心点儿。 pass pass 对二，你这你都不要，什么意思？嗯嗯，不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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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叫地主，叫地主，什么牌啊？我讲，不加倍，不加倍，不加倍，对三，对五，对勾，对 K， 不要，对尖，对二 ，pass。炸弹过，不要连队 pass 过，哦，只有两张牌了，注意哦。四个七，四个圈，我看他们不要堆垫，好像没有遇到大猛男呢，感觉那些人好狠的感觉。得 K。哦，白肉啊，嘎嘎香。叫地主。不强，不强，不加倍，不加倍。飞机过，不要
对肩。对二。pass 出哪来的大豆赛啊？炸弹。过。不要。我掉两张牌了，注意哦。pass。大你。没有，我们现在十五。王炸。我跟清风好像都欠的十五，我上一下看一下。老兵去地。不叫不叫不叫，不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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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加倍，不加倍。对三，对六，对九，对二。挂。炸弹。不要。pass。 三个四，炸弹挂，炸弹不要。 pass。这么早就播了，五点钟播的，播到现在。三带一，不叫，不叫，不叫。不叫。叫地主。好了吗，你们？你们应该好了吧？不强。不加倍。不加倍。不加倍。对六。对八。炸弹。好了吗，金峰？还没好，我都还没好，我的十五分钟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十五分钟。我都好了，他的应该也好了。炸弹，挂。哎，你早点到嘛。给阿姨倒一杯卡布奇诺。对八，炸弹。你又不早点。炸弹，炸弹 ，pass， pass， 四，六，不要，大王。炸弹过，我就两张牌了，小心点儿。过，不要。对二，这是你妈个憨批吧？这是个
不叫，不叫，叫地主，不加倍，不加倍，加倍，五。现在啥分段了？现在转四。嗯。路还很远。七。快点啊！都等了我花儿了，谢了。pass。炸弹。炸弹。过。不要。对时。对肩。pass。过三带一，不要 pass。 嗯，对时，给阿姨倒一杯 cappuccino。 过，给阿姨倒一杯 cappuccino。 不要 pass。四带两对，四带两对。钓鱼那个人，我操！本来是转三了，掉了。不叫，叫地主，不抢。啊，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不加倍，不加倍，不加倍。多了两把，我。五二，新战局是每个小段都有宝段吗？过，不要。对，我操，每个段都有宝段，我操，没关麦。对 K pass。 每个段的小段都宝。过，还没好吗？没有。三带一段，不要。心态崩了呀。对二，给阿姨倒一杯 cappuccino。 炸弹过，炸弹不要 pass。 炸弹还是要稳住才行。这好兄弟三个炸没炸出来。叫地主，不抢，不抢。超级不加倍。找了，我们的现实好像现在不一样。我操，我们俩的十五，你们的不是十五，待会儿你们要限十五。名牌，我、哦、拉满了吗？对吧？四带两对儿，四带二。活动老兵去压死，看一下。感谢大旗送上10000张棒，感谢大旗。大你炸弹 pass。 不要二过，过炸弹不要。我就一张牌了 pass。 不要。在哪里领的十老兵据地啊。你们这十五分钟也够了呀，上线看一看。不叫，叫地主，不抢，不抢。我操！加倍，不加倍。你怎么了？我好了。对三。
圈这个牌我拿到起。上线上线。炸弹。pass。过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我扫个码。连队。不要。我大你。掉到钻四去了，哎呀，人麻了。晚上。打在哪里啊？pass。过。我就两张牌了，小心点儿。二，小王，我就一张牌了。不要。活动吗？炸弹。pass。炸弹。过。不要。三带一。pass。过。四带两对儿。哎呀，少一点领就好了，就可以不掉那把大分了。想那么多了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没事，其实你现在想一想，钻石掉分比我挺好的，真的。谢宝，你到了皇冠掉分，那才是真掉分，钻石掉分是掉的。马上补上来。钻石掉分一把，你打好了一把就补上来了，但是皇冠掉分，你得打两把或者打三把才补得上来。转念一想还是好事儿。扫码。我们这儿没想到最快上钻石的人居然变成了谢 bro。谢 bro。上钻二的居然成了谢 bro。谢 bro。这个局势瞬息万变。真的瞬息万变。西门 bro 本来还要那个，本来要是他应该是第一个上的，结果西门 bro 烂了。好事啊，真是好事啊！钻石掉一些分真是好事。如果说你把稳住，你皇冠不掉分就好了。钻石掉了，后面就不会掉了，是吧？你要知道钻石掉的分一把就可以补上来，而皇冠掉的分你要两把甚至三把才补上来。没事，我就信你。谢 bro， what are you doing？ 谢 bro， you know what are you doing？ 谢 bro， 等一下，我操，扫码吧，上了。这个赛季有13周吗？放假三个月。完了，我给他手册了，犯贱了，干。那有三个月，给我让两个人头，我想加把大分。开吧，我看着。改一下，改一下地图，改一下地图。OK。给我让两个人头。差两分上钻二。我们的效率是不是有点低啊？打了7个小时才上了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不低，加油，特种兵！我看隔壁也就钻二、钻三的样子。游戏慢啊！哎呀！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，请准备。他们钻二，我们这才钻三、钻四，还是拉了100多分。只要合了两把，知道吗？有点裂开。嗯。他们打追猎的很稳啊，打追猎都快钻一了。追猎钻一了吗？那么快？花臂他们呀？他们钻一了吗？都？知道哎。懵啊。问了一下，他说钻二吧。我们这把又吃鸡了，二打一了。
妈的，十来分钟没玩游戏，我操，这个平板冰的跟啥似的。钻二，他们钻二啊，没有钻一，快钻一，正常，也是正常的。我们要没掉大分的话，也差不多是钻二呀。差不多，嗯。小象鱼队没掉大分，已经都赚二多了，就两个啊，这一队给他吃了吧。脸上有一个，在警察局，我需要武器。那后面那个平房呢？前方有危险！哇，手枪就上吗？好兄弟，好兄弟，有卡他不放，跑后面那栋去了。老盖。这个是经典模式啊，好兄弟，你要想着你那卡用不了。在你脸上吗？行，先谁脸上？谁呀？谁？谁呀？你们刚不是有人的吗？有啊，打死了一个。咱不是打了一个吗？打了一个，还有一个跑了，谁呀？跑了一个中断去了。还有两个吗？不是两个人吗？跑中断了，好像刚才看他闪。还有一个不知道，小心被溜！我跟你讲，我来越山，他山来那队，不能再划水了！我操，划水加分加的又少。我操，这他妈后面怎么有个和尚啊？认真打，你先他，这把得杀十多个，一把加个四十分，完胜。那个啥，我跟你说，我们打到最后的时候，我们四个先不要加好友，我们打到今天晚上最后的时候再把好友给加上，拿个好友加成五分，那五分可不容易啊。为什么？哦，皇冠之后加好友吧。哦，皇冠之后。对，皇冠之后加好友。我操，都是细节啊！我操，满满的细节。满满的都是细节，真的。想加这个分儿，有好友加分的，然后我们加完好友，打完一把就把好友删了，或者说你不用删，啊，也不用删，都皇冠了。扩容也没有吗？我有个慈悲剑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扩容。还有加分这个东西，不要，是很重要的。哎，要一个。我两把一把皮，我操！你们那边谁有人在打游戏啊？我听到有人说话。我旁边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在玩永劫无间吧？我听到了，屁股后面怎么来了一个和尚？没枪，两把冲锋枪。确实啊，永劫无间才是真的考验操作。大家都下。挺上手，挺难的。哎呀，永劫无间就是改版的流星蝴蝶剑啊。他一个功夫是出来的，动作很多都是从他们来的。对啊，就是改版，就是现代版的流星蝴蝶剑。啊，这是不是刚刚那个？不知道，是不是老六？小心为妙。
他故意的那个枪开，然后过去一把什么 AK 什么的，一顿突突。我上把的死相贼惨。不长记性，我就是还要猛攻。要么上大分，兄弟，要么掉大分。哇，怎么这么人这一生就在于拼搏，不断的拼搏，努力奋斗。我连一把枪都找不到。我也连把枪都找不到。我这有快扩。刚好我只找到了一把。这中段是有一个人的吧？他往这边飞的。总算连上刷了个鸡哥，不容易啊！出跑，待会儿感觉要被抓呀，直接给你溜了。无脑风风向前冲，可以。困我靠，好困。卡领的呀，月哥铂金级，那是铂金级，今天就别打了。月哥说今天就这样吧，兄弟们，那个以后冲战神就别叫我了。铂金抱团，那就别打了，赶紧抱团了，哥。我感觉到了有杀机，周围。哦，终于找到枪了！别怕，啥暗器包都没有。说你屁股后面的小跟班。赛季初打什么大豆赛啊？赛季初打大豆赛，烂掉直接全员烂掉。赛季初可不行玩大豆赛啊，兄弟们。赛季初只有两种情况，要么很鱼，要么很猛。队长传下给他的。两种游戏体验都不好，对手的实力不平均。看到这个门了没？看到这个门了没？哪个门？你没发现那个门开了吗？不是你，他们哦，没事，不要怕，随便上。缺了中路天扩容，补偿六儿去了。我给你，不要怕，抽签扩容给你。你跟着我干嘛呀，师傅？不要怕，成功。我感觉要被埋，他妈的！现在浪嗨啥段了？浪嗨，我现在三了。啊、哦，那就阴大师没新段三了呀。嗯。阴大师差多少分？现在三啊？我差二十几分啊！我本来是已经，我本来已经新段三了呀，隔了两把掉下来了呀。他应该没在这边，我寻思。你说有没有可能他在这栋？前方有危险。我也有点感觉。然后等我们过去了，车就给我们烂了。没拿车呀，没敢去。不知道有几个呀。殷大师，你现在可是有不掉分卡的了，殷大师，别害怕。没用啊、哎！有个车过来了，有个车，前面蹦蹦，也是来拉车的。我看了。来拉车的，有个吉普，有个吉普，一个吉普，一个蹦蹦过来拉车的。别急，我拉炮楼。拉枪线，拉枪线。搞一个，你们你吗？我顶不了啊！哎，好兄弟，好兄弟，别这样开，好兄弟，我操！又倒。兄弟，我操！又倒。不。先我已经是从右边绕了呀。不是你直着走啊，你让我把我放到房区呗，你别往右啊，好兄弟。你心太猛了，兄弟。我这刚起步你知道吗，你就直接就被打开了。不是你直着开啊，你直着开，你别往右拐啊，你再把右拐，你把我卖到了那个地方了。
往回拉一下，大师。OK。他肯定拉海边，前方有危险，要拉海边了。我坐你的车。大师，你给清风搞麻了，大师。可能要拉海边。瞬间就给他打下来了。那肯定的呀。真妈了，你刚才不掉分卡你的吗？没有，他没有不掉分卡。完了，清风直接掉的跟我一样的分了。我的。去补把分吧，清风，你去打把山谷补把分吧。补把分吧。哎，我怎么还有不掉分卡呀？我怎么？哪来的？你有吗？不掉吗？我怎么又有不掉分卡？哪来这么多不掉分卡？还有吗？哪里来的？我这还有一张不掉分卡。老兵签到了，打把山谷吧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后边那块石头，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，请准备。真的，他21个应急，牛逼！然后不会是冲战神吧？好兄弟们，跳人呀！好兄弟们，随便打，不冲战神。要跳冰堡，冰堡有点远。玫瑰感觉有点穷啊。你玫瑰拿辆车，你可以拿辆车去冰堡，去冰堡。那无了呀！我操！直接高飘吧！跳直接高飘吧！能飘到，能飘。有一队右边，右边有一队，真有一队。飘不过去吧？怎么说？直接拿了，我左边温泉的。温泉和那个玫瑰农场吧。可以。这怎么有人挂机了？估计他没了，他既然挂机了，估计他没了。他不是女朋友来电话，就是他妈来的。操！不会来温泉上了吧？你大爷的吧！他妈是网卡了，他妈的，你妈来电话。六倍券啊！我这里有物资。我操，还有六倍券！我这里有物资。两个六倍。这个人怎么叫纯情蟹堡？这名字太搞笑了。搞笑吗？好笑吗？啊？四号，告诉你个秘密，三号姓蟹。我们平时就喊他叫蟹堡。啊？这打起来了？哎呦，这真人！我打的是人机，我打的是人机。枪是真人的枪哎。不知道，开车去干。这声音响啊！这个标记了击败敌人的箱子。三号，就在你旁边啊！什么东西啊？三体甲就在你旁边。三体甲。哦，我有，我开了个箱子，三甲。哎，鸡哥，我来了。看谁先抢到，好吧。我操！你真的离谱，还得是你啊！人家不是，
不是，就算不是我的人，人家四号的，哪轮得到你吧？那万一呢？对，不要抢，不要抢。不是，我怕那队友回温城干我。那你往哪走？给个点，给个点。石金城啊？干石金城也可以，其实也可以，石金城也可以。能不能搜一下？能不能搜一下？也行，我就搜了那一个，不是，我就搜了那一个野区。这怎么门开着呀？我这里有物资。这门前方有危险。朝内开的还是朝外开？如果朝外开的就是人机的，朝内开的就是真人。好。内外都有，内外都有，那就不知道了。血崩撒！我这里有物资。那就不知道了，妈也太好笑了。纯情蟹堡。瞅着不会被扫开，我这大干啊！那个就炸了。有五五六的枪标一下。耶、yeah。不用抢，我这里有物资。可以。不是啊，小心那一队啊，小心刚刚、啊。我这里有物资。二号这个枪法，妈打了两梭子才把人干掉。操！这是三梭子。三梭子，三梭子。呀。子弹都打不着。我怎么一级甲都没有？我现在离谱。我这里有物资。空投在我脸，正南那边。精简啊，我这儿。前方有危险。真人，真诚了，去他们那儿。我这来车，从去往你们那儿去，往你们那儿去。这个大脚车，我。对，往你们那儿去。是拿空投的吧？那是。他停了呀。他在我这儿停了，没看见。没看见。我先撤一步，我先撤。他，我现在不知道他停哪儿，但是我感觉他是停了。不知道，没看见，没看见。也有可能是去拿空投了。是打的哪个位置？人机。真人在那下边。前方有危险。完全没有握把，不会压这个墙。笑死。郭文静，你有没有试过那个新的 P 九零啊？贼猛。试过，直接近战无敌，一穿四号。对，人在哪儿啊？我咋没看见？进圈，我们能不能先进个圈？我每天下把就搜了一个野区，说过。伯龙无私呢？我操！怎么还敢？怎么还狙我？两个。哎，我去那个什么废墟里面搜一下。要不进圈吧？对，先进圈。我先去。空投在脸上。对，空投在脸。空投可能都被人捡过了。给我留瓶药就行。我还是一级包，一级头，一级甲。你怎么这么穷啊？我不是，我这只全程我啥也没，我搜个野区就一直开始跟着你们跑。哪儿搜？前方有危险。过外面。这么远的吗？格隆胡斯。我尼玛！这儿前方有危险。警戒标。
精确标啊，精确标，那个该的，笨蛋是吧？摸一下，摸一下，摸一下。去！前方有危险。算，你摸。背后还有吗？背后在哪？标点了，石头那里。前方有危险。别急啊，别急。啊，看见打不了。妈，不是一队的，到底是不是一队的？那是一队的。往前走一走。我们在圈外啊。哎，不是一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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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德隆湖寺那边还有，德隆湖寺那边还有。反正在风下都在，哎，牛逼！你这个是炸倒的呀？你上，小帅，你们谁跟着他上？我架德隆湖寺的。这是直死吗？你那个？没有，我补的，我补的，还有人，还有人。补的是我打的，还有人。德隆湖寺还有人。还有人不知道在哪儿。哎，我能不能舔包呀？我去！行，你们小心啊，小心啊！格隆湖寺里面还有个老六，那个 SKS。我操，四号你去干吧，大哥，我帮你架，我帮你架。哎，小帅，小帅，我这怎么有人呀？他倒了 ，SKS 倒了，是吗？我他妈都往圈里走了，你又把我喊回来了。进圈了，好兄弟！走吧，等一下毒死了。走吧，太远了，太远了。我操！走！快点！我要死！不是，你怎么小帅怎么血就这么点儿？我被圈外的人、圈里面的人打。被哪打？被哪打？给个点。四房，圈里的四房。你他妈说四房哪个四？猛男波后面那个四房。标点了，标点了，对，猛男波后面那个四房。绿点，标点了。猛男波后面的绿点。可以。四房在圈边啊！四房在圈边。我现在终于有个二级头了，还是个一级甲。赢胜利了！哎，这谁扔的？哎，我今天有人，我今天有人，今天石头，今天石头后面。别急，你别急，我们状态都不好。前方有危险，就说他妈有个老六，就有个老六趴在那个草那个。兄弟，打药，打完药上车跟我顶方去。你打药啊，快打药啊！我在打。等一下，稍等一下，还有三秒。冲！牛逼，蟹宝牛逼，人家都星钻三了，冲战蟹宝。哎，我不打了，好兄弟们，你们搞。啊，拜拜，谢。26分钟，我操。哎呀，着了。
换一首听听，老师听这首。虽然说很好听啊，但是会听腻的。小红点搞一下。噔噔噔噔噔噔，无敌小团团。前面也很危险，你先上，我这里有好东西哦，你们要吗？这里好东西哦。快来找我，快来找我，我们集合一下吧。开麦开麦，玩游戏就得开麦。兄弟们撤退喽，进圈啦。完了，我这里好像有人来过，我等不了了，我先冲了，我先冲了。兄弟们，我们一起守在这里。我跟你说，最好玩，无敌，我们一起守在这里。给我点子弹吧，哥哥，有多余的配件可以给我吗？嘿嘿，我有车，快上，可以给我点药吗？我要嘎了。别怂啊，一起上，不怕他，我保护你。我太难了，快点给点点。好想有人，这附近好想有人，好想有人。这个好玩呀、啊、这个。不掉分卡什么意思？老兵聚力是吧？兑换，什么兑换？我兑换不了。还剩下这个老兵啊，看到没？这个不掉分卡啊，先不着急领。得心应手。还有什么没领的？啊，这个不掉分卡啊，稳一点啊，先不领。先不着急你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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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们不会要吃鸡了吧？耶，我怎么还有一张不掉分卡？妹儿来了，我操！哪儿来的？三张这么不多？妹儿来了，好兄弟们，这是没有有什么活动吗？这是？哇，我看到背包里面，我操，又来一张，看到吗？又一张，我刚领到的吗？刚领到的，哪里领到了？这个吗？补贴分卡，这个，那领的什么？补贴分卡，还有一张，我刚领的，老兵开黑五局，我领到了吗？是这个吗？老兵聚力这个，还是老兵回归？这个啊，老兵签到，签到有一张我没领啊，这个没领啊，放在这儿的。我哪里领的？
你在活动里面领的，是不是？这个老兵俊丽领的吧？第二名，没吃到鸡啊！噔噔。没吃鸡吗，好兄弟们？准备准备，你看一下。开开开开始吧！准备。勇者任务首战，哪里有勇者任务？勇者任务首战，首战哪里啊？首战里面哦，首战有不在我分卡。这就给我穿了。哦，勇者任务的首战，谢 bro 十一星，二星了呀？不是，谢 bro 他哥的还有两张不掉分卡，还有两张，我还有一张没领，没掉呀？你不是没卡吗？你已进入一级战队，我也不知道吧？我操，莫名其妙这么多不掉分卡，我这怎么弄的？我操，整个我整不会了。是你背包里有吗？对，背包里面有，然后刚才又领了一张，然后还有一张没领。经典模式没有自救器吧？经典模式没有，没有。你为什么喊自救器在那里动摇军心呢？没，我听到他左手边有一个脚步，然后听错了，应该是。为什么就我还在钻石？嗯，为什么就我还在钻石？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因为我没有不掉分卡。我有一张不掉分卡现在。能到吗？龙石城，兄弟们，高飘能到吗？谢 bro， 能到能到。哎呀，我一直在想，他们少一个点的人不知道位置。我左边那个烟一散，就在妈那个树旁边蹲着，把我秒了。这把龙石城人不多啊，他们有三个人飞不到。嗯，右边，右边也有飞不到的，可以去右边卡他们，没枪的。干他！谁来跟我一手？谁来跟我一手？前面三个跑路的。下面外围，什么 rice motherfucker？ 打的贼凶，受不了了，我要过去，我要出去猛干他们了。前方有危险，先捡个甲吧。跟我吗？我在一个人去打里面。
我这有人盯着的。猎雷，哎我操！我这没打过。啊、你为啥一个人去忙呀，兄弟？我在想他们打架，哎，打倒一个，我回去找一个你们那片狗分的地方去了。新房里那边什么情况？人多吗？人不多，但是有人。我去找个药啊。两个，那我们跟着队友打，跟着队友打。能接人，这个在野外很危险，虽然有卡。我打个药。跟着舞龙呢，干嘛？啊，兄弟，脸上有人不知道吗？打两个。还有一个啊，还有一个，都在前面。没脚步，去把那边外围打了吧。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。我操，倒了吧，那边的，今天倒了，外围还有人，倒了倒 ，OK， 去把他看一眼，给我打倒那个点，给你补了，把这。城里应该来人了，那还怎么不说话了？还没开麦吧？啊，怎么搞了半天我没说话呀？我的麦闭了，没注意，不好意思。我搁这说了半天了，忘记开了。哎，中刀中刀中刀！哎，哎我操！我他妈刚。